大小叉叉的脚是什么很明确的地方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呢？说不定蟑螂躲在那里啊。那边有便利商店，我要下去买东西。完全不理他。对，我知道啊，我没有理他。他告诉你不要搭到话线。好，他一讲。哎，那边有那个便利商店，我要买东西。好 ，OK。咬牙切齿。就这样，就节奏。特训。哎，地图怎么这？你可烦！怎样？导演说要是真的啊？也太多了一点。导演说的。干嘛了？不要拍了，看一下。这边有四十斤，帮你啊，乖。我待会要帮你哎，红牌，我们家红牌。平台先上来讲，比较轻松。啊，应该是有点多哎，其实。我那个，可能要再年轻。机会太大，请加分吧。我不会做。我加分。其实太太没有筷子糟糕啦，里面还可以塞一个脚啊。很热吗？要先把它。目前还行，明明就一直在冒汗。目前我觉得还算幸福啊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屋檐里面，等下是在那个草皮，感觉很可怕。而且我还没擦防晒。耶，欧金欧金，这就很时尚吗？2015年的时尚潮流，以后大家都会这样。那我讲话。他随时来哦，4、3、2，这怎么回事？那女人是谁啊？再来一个，直接来一个。好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那女人是谁？啊 ，OK。真的很喜欢在旁边偷窥我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就是假人的那个。没有啦，你一开始不是假人。我在拍哦。你，好，我告知。这是有警告过。华哥，待会假人姿势会怎样？摆一下。他会扑街。还好，都还好，对，大概这样子，大概这样。这样子，好。就扑街，然后比较这样比较，有点着地。我跟你讲，这外套是那个，这外套很好，然后它完全就防水，而且又很保暖。我现在是夏天，现在很热，如果是冬天我会很高兴。你要说现在还很凉，居然是下雨。下雨了，你没有看到。3、2、1。抓内奸要干什么？林子言，你搞错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啊，去跟老板解释啊！不要动！说了不要动！不要动！不要开枪！都是你人！林子言，我是内奸，那这些人是谁？我哪知道？把枪放下！你先放！放下！你放！放下！你也是！你叫他们先放！这不公平吗？要跑超远的。还好，还好，不要在 BB 弹上滑倒都还好。这边 BB 弹好多，对啊，生存游戏，你看慢慢的，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不是可以分解那种？分解？有一种 BB 弹可以自己分解，它就不会不是塑胶的，就不会造成。不要动，把枪放下。
所以你能够就他，因为他手自然下放嘛，是这样的。那所以，哈哈哈哈哈，是强人所用，就做前面。出去一点，再出去一点。对，就把他的手拉过来。对，拉直，拖上去，是吧？啊！点亮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。对不起。第二点，说不定，说不定会吃一点点苦。妈的，华哥这么少吃也可以忘啊？不是啊，我们因为太少吃，所以就会忘记在哪一句下面加好。你也知道哈，吃很多，然后人家吃很少，就很容易发火。不是，不是这上面没有说，不是说女色。哎，导演说的为准，你呢？还含控，剧本是因为是男主角，所以可以含控。天哪，大头！大头不正常，大头在那。会打到这个，是这个啾啾的问题的，看不到啊，是这个问题。应该有灯的关系。我哥哥又不爱我，看不到，哥哥又不爱我，好痛。那往这边来一点。啊，等一下，头发啊。没到脖子，没有啦，卡耳朵啦。先绕过他的那个头发，然后拍子。先绕过发髻啊。对，然后拍子放到手。先绕过他的香菇。对，然后旁边的耳朵，然后不是你可以先拉长吗？哎，这是最长的。不是你那个可以拉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哎嘘，别提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看，回看一下，检查。我们再来一个，好吧，优先保留。再来一个。今天我就是最后一个，他看我的地方，从侧面看，然后觉得就是傻笑。怎么这样？那我要怎么笑？看，你没私讯都会死。只有隔阂，两个人在一起哪有别的心思？你就自己是一个第二者。他不啊。所以你不要跨来过去。我不想再演的场景。从这边出过来啊？从这边出来。哇，没有魅力，有泪奔。来，比武回来，回来，比武回来。冷静。没有情绪啊，两三天玩的真的情绪。来，来了，各位，准备，给屏幕三十秒，你们两个人耐心，看，看，我回放一下。哇，你啾啾把我的脸都遮住了。我不知道啊，那我是故意的，我是买呢。哎呀。OK， 然后被那个啾啾遮住了脸，我们再补个特写。因为我完全没有抱的感觉。你是在躲那两个巴掌。来啊来啊！导演直接拍吻戏，我想他比较会自己控制抱一点吧，我在想。对对对对。这什么姿势？让我笑死！最简单。就是不影响。我头都扭的。不影响你的对手的身高的情况下，你自己往下蹲。要对方对手的身高。如果要这样靠，你也靠这一点。点呢？只是靠他头上。靠点。靠点。这个是很烦呢。那个人。